今天做一份简单的泡菜肥牛炒饭，洋葱切碎，先买了一大桶泡菜，夹出来一些切成小块。周末吃火锅剩下了一点肥牛卷，加少量料酒焯水，热锅倒油，放入洋葱炒出香气，倒入辣白菜。根据自己能吃辣的程度加韩式辣酱，再放入肥牛，加一勺生抽，快速翻炒后放入大米饭。炒好的饭平铺在锅里，撒上一些马苏里拉芝士，可以摆出一个心形，芝士全部埋在饭里面。吃的时候，每一勺都可以看到芝士拉丝。最近天气好热，有点偷懒，还有点下打盹。喜欢本期视频，记得转发、评论、点赞哦！我们下期视频见。